哇哇哇！哇哦，羊肉太牛了！来来来，请。天，哎，一二，仁科跟云哥，我们先吃了，好好吃，嗯，吃肉，嗯。 军哥夹了好久，哇，拿筷子都拿不住了。手在抖，你也不是筷子，这么干下去我真不行，我太累了。你学习能力还挺强的，那是没有办法，求生欲强吧。你们帮我们逼到这份上，我也没办法。不学的话就进展不下去，那晚上大家都吃不了饭。我们今天还得。 盘算一下，我们还有多少钱啊？4000多，4000左右吧。昨天给我们是多少？6300哦。哦，那没有4000了。还有一个消息，就我跟左西一人买了一只骆驼。买一只骆驼，要不要买一只？买去干嘛？放在车上，拿带去沙漠。买一只吧。你买。对，我们买了。 本来是我们自己买的，但是他说不能花这个钱，所以要跟你报销。所以那个是花我们的钱，花我们钱不跟我们说。不，但是呢也有个好消息，就他额外又送了4只小的骆驼，可以当钥匙扣用。你不要说送好不好？真的送我。我们买给他们的。 因为来沙漠嘛，我觉得带两只骆驼也合情合理，对。是吧？那你们俩花了多少钱？两百几？对对对，230、236。我们现在差不多，还剩3000多。咱们集中一下，给他们看拍个拍特写。来，现在这录像啊，好，再往前一点。保鲜摩托车队，喂！ 他把咱们刚才那姿势不动，让他倒着飞。找个景别，我看看啊，这样好调整。你别把我们脑袋砍了。我们再高一点，我们再高一点。好，好嘞。来了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其实这样 OK 了，这样漂亮了。我再让他往左边。哦，这样有了。哇，这个镜头也特棒啊！来吧，来。耶。 他就在那里飞来飞去，哪没录上？我没人告诉我要安录制键，我不知道录制键在哪儿。我以为是已经录制好了就飞就行了。无奈啊，就受不了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来做。哎，豆沙小子呢这是。弄吧，你要录了吗？录了。那往那他一直录着呢，往那先往后退啊，从远处飞过来。 往逆时针回来一点，对，你往这边，从那个到11点钟方向，哦，哟，再飞一次，来，帅，爆帅。